行不行？不行那个。那个400块钱行吗？买不了400块钱。哎呦，你给我都完事了呗。买不了，这都卖700-800的是。上哪卖700-800的？那个颜色你看，它还不是黄色呀，也不是白色。长得就是黄的呀。长得黄色。长得绝对是黄色的。其实这是奶油色。这变色的。别变色了，你给我便宜点完事了，行吗？那你说最少多少钱吧？有800-900，你给人卖不动。600块钱也想拿，你拿这600块钱。哎呦，拿不了，拿不了。拿不了。你白色的呢？这都三个多月了。有三个月了呗？你光说三个月，你拿出来看一下。看那牙齿有3个月没3个月，你看着了，这3个多月了。来看一下，这育苗都齐全的个股，咱说实话，你打育苗多少钱了？光打育苗都200多块钱了，都是。你家怪强的。啊，这是3个多月的。跟他地上跑跑有没有？看他跑跑。跑的绝对是跑，没见下过地似的。你厉害，你该洗个澡呗。没洗过，原生的。能脏呀？你现在。没洗过澡，原生的。小梯子上，哎呦。小今年这才多3个月，才一扎长哈。啊，这长大才是安静。这公的没来那个？这是母狗。小母狗，那个是公的呗？是。对，这个是公的。走两步过来。那不用再打疫苗了，驱虫呢？不要，驱虫是驱过虫的，是不是？驱虫也驱过了。啊，他到家定期吃。走两步。也挺欢实的啊，这个。看哎呦，你少带吧，少带吧。400块钱我拿走。400块钱拿不着。啊？拿不走。再让一口，你要想拿就是500，你别捐了。500。你要想拿就是500块钱，你要。白色的呢？白色的。这两个都是500呗，是吧？啊。它也最低500呗。啊。这白色的最低多少钱？白色的最少得600。白色最少600。那放上来看白色的。你那个放下去吧，这个放下去。白色的泪很重。泪很重，它原生的，这是啥泪很重？看，这是养殖户家里的狗狗，知道不？它不是狗贩子，狗贩子狗最少得800起步。啊，那个小的挺可爱的那一条是小母，那大一点的是公的，两只，一只500，这个最少600是吧？最少600。走两步，这个打几针疫苗了？都是打过3针疫苗的，都是这种。这不换食啊？这个你看。不是不换，这来都是搁笼子里面，没见下不地啊，知道吧？你看养多少笨不？我养了6-7个了。6-7个小母狗，对，这个最低600呗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你也按500完事了呗，行不？那要完的话，500能给你。要完了，我3个要不完。那个是公的母的，这个白的。白色的是公的，你要金毛啥价？金毛便宜。都是确定打完3针疫苗了吧？确定打过3针疫苗了。我想把这只给买走。你这个400不行吗？我给加50。不行。啊，还不行了，非要500。这是最低500。你金毛呢？金毛能给你便宜？金毛。你要他来黑狼，我拿多少钱嘛？你要黑狼，你买多少钱？黑狼那700-800。700-800，那你最少也得700-800，那我就买了他800，买了他2只。啊。他知道，大清早来拿下来两个黑狼，挑两个大的呀。那边的黑狼要1000多。品相不一样。对，你这品相也不好呀。这都1000多来，这最少得1000多。品相好，最少得1000多。对，1分钱1分货啊。500块钱是绝对值，这样能卖600-700，说是吧？对吧？要是换成别人的话，也一宿一洗，最少得卖800-900。到宠物店最少得卖1000来块钱啊。行，一位哎，450我拿了行不，大爷？没有，最少500是吧？最低500。行，我知道了啊。有要的我都给你联系，一会给你要一个电话。看这哈士奇，哎呦，这哈士奇弄大了。小的比大的贵的。是啊，你买呗，老妈妈。大的不要，大的多少钱？大的1200。大的1200，你小的多少钱？小的600。小的600，哎呦，这大一半。这个不错，这个这公的没了，几个月了，这公的。都是公，你不留个母的，我还买个母的繁殖嘞。啊，没有母的了吧？老太太，这个有母的吧？那最少多少钱这样的？啊，你，哎呦，忒贵，1200，你看谁买呀？对不？你说能让多些？我刚才买人家那边黑狼多少钱了？人家刚才买的黑狼800，人家4个月了。你也是，你跟你这一样的，你这宠物狗。
啊，你最少多少钱？你这个最少多少钱？一千一，三火双狼眼啊！哎，我也不跟你磨叽，800块钱卖不？不卖。啊？不少了不？给你。少不卖。哎呦，你给你多少钱？你卖？给啊、哦、一千，哎呦，那你还是，你2万块配合嘞，一个1100，一个1000，你要不我600、700给我呀，按小狗价格给我，这个小的多少钱？小的600，这个、小的600哈，这是磨的，这边是磨的，涨的400还差不多。四百不卖，给钱不卖，贵贱不卖。行，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啊。这边还有拉巴多金毛哈，尽量把这个小博美给买走。这条确实好，这里面那个博美确实好，那个小的500块钱啊。来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啊。他黑狼还剩两条啊，黑狼还剩两条。早上大清早来了之后就拿下两条啊，把两条最大的给拿走了。来关注一下小杨哥啊，关注一下小杨哥，你放心吧，这几条要博美，谁买到就赚到，一会就给买光了。我看看能不能我把它拿走啊，我拿走哈、啊。关注一下。哎，大爷，拿过来那个，要了，让一个也让20行吗？让20反正得行。你要不让20，那我不要了。你再晚一会我让拿走。那个白色的要钱给拿走了。哎呦。这个姑娘，你晚一会你也捞不着，你知道吧？你晚一会他要这个，再要这个。行，他们那几个人，我都卖给他们。嗯，我把这个给拿走啊，我检查一下行吗？我检查，检查一会来给你送钱。好，来关注一下，咱把这条拿走啊，480块钱啊，让他20块钱啊，给我拿走。有要的哈，关注我，私我一下。